欢迎来到一城有道学堂。这次课咱们继续来学习任脉上的穴位。那今天咱们要学习的穴位呢，叫做廉泉。那廉泉呢，它是属于任脉，同时呢，它还是一个交会穴，也就是它这个地方呢，不仅任脉经过，另外呢，还有就是奇经八脉之一的阴维脉也经过这儿，所以呢，它是任脉和阴维脉的这个交会穴。阴维脉呢是奇经八脉之一，它的这个主要作用呢是维系全身的阴经，然后通于任脉啊，这是它的一个特殊的地位啊。下面呢，咱们就来学习一下廉泉的定位。廉泉呢是在颈前区喉结上方舌骨上缘凹陷中前正中线上啊。大家一定要注意，督脉和任脉的所有穴位呢都是位于咱们的正中线上。所以，这个廉泉作为任脉之一啊，任脉穴位之一，也是属于位于咱们的前正中线上。那接下来呢，就给大家定位一下廉泉穴。那接下来给大家找一下廉泉穴。廉泉穴呢，位于咱们前正中线上，喉结上方，舌骨上缘凹陷中。这个舌骨上缘怎么找啊？大家从下巴这个方向呢朝下捋，你摸到的第一个骨头呢就是舌骨上缘啊，所以根据这个方法来定位到廉泉穴。下面呢，咱们来学习一下廉泉的主治作用。那廉泉呢，可以治疗中风、失语、吞咽困难。这里这个廉泉治疗的这个吞咽困难呢，也常常是见于中风之后的吞咽困难啊。其实大家看到这两个症状，应该想到咱们之前给大家提过的中风之后的一个常见的这个病症啊，也就是这个假性荨麻痹。那假性荨麻痹的这个患者呢，就会表现为这个语言、发声，还有这个吞咽方面的这个障碍。像是中风之后啊，常见的就有失语、吞咽困难啊。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可以用这个廉泉穴来治疗啊。其实之前咱们也已经学习过几个可以治疗中风后失语、吞咽困难这些这个假性荨麻痹症状的这个患者啊，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是哪些穴位。比如说最近咱们学的这个胆经上的腕骨，还有风池啊，他们也都有这两个主治作用。那就说明呢，临床上对于这个中风失语或者中风后吞咽困难的患者呢，咱们可以选用廉泉，另外呢还可以选用这个腕骨和风池一起来配合来治疗中风后的这两类常见的这个症状啊。这个那廉泉之所以可以治疗中风失语吞咽困难，那个主要原理呢，还是因为它发挥了它的禁止作用。因为呢，它就是靠近咱们的咽喉部位，位于咱们的咽喉部位，所以发挥它的禁止作用。包括后来它的这一系列的适应症，舌缓、流涎、舌下肿痛、咽喉肿痛，其实都是舌或者是咽喉这一区域的相关病症。那廉泉之所以可以治疗这一系列病症呢，还是主要它发挥了它的禁止作用啊。然后这个舌缓呢，其实是形容一种状态。这个病人呢，往往他可以发出一些声音，但是你让他比较完整的、比较清晰的说出相关的语言、相关的词汇就比较困难啊。所以舌缓就形容这种状态啊。其实也常常见于中风之后的这个患者啊，他的这个大脑中的语言中枢受损啊，就会出现舌缓这一类症状啊。流涎啊，就是口水过多，流口水，那也常见于比如说中风之后或者是痴呆的一些患者中啊。还有舌下肿痛，其实不仅是舌下肿痛，包括这个舌的这个肿痛，当然廉泉也可以治疗啊。还有就是咽喉肿痛，所以这就是廉泉的主治作用，还是相对简单，就比较单纯的啊。那最后呢，就是关于廉泉穴的操作，操作一般就是斜刺0.5到0.8寸，不超过1寸。这个斜刺呢，一般这个方向或角度呢，咱们就朝着舌根方向斜刺啊。好，那今天呢，咱们学习了廉泉的定位、主治和操作啊，尤其关于它的这个主治作用呢，是比较好归纳的。
大家记住呢，连泉穴呢主要是发挥了它的禁制作用啊，治疗，因为它位于这个咽喉舌下，所以治疗很多和发音啊，包括吞咽或者是舌咽喉相关的病症。好，那今天这次课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次课再见。